这沉默不语的世界。绝望的气氛如此强烈。人们疯狂逃散那条曾经喧闹的街，火药的气味让生命全部凋谢，大地的哭泣声蔓延整个世界，如何倾斜？在那条曾经喧闹的街，火药的气味让生命全部凋谢，大地的哭泣声蔓延整个世界，如何